或者是自己，或者是旁边的朋友，直接或者是间接威胁过林嘉石的家属，或者让他们感受到你有威胁他们。脅迫したんですか、林さんに対して。そういうことはもう全く何もありません。我真的没有做出这些事情。有纪隆辉先生，是，请说。他我真的没有做出威胁对方任何的事。私はただ謝罪がしたかったので病院に何度も行か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我只是为了想要道歉，所以去了医院很多次。有纪隆辉先生，您是跟黑道有关系吗？也関係ありません。我跟他们没有关系。台湾目前传说的很多组织，或者是这个有很多说法是你跟黑道或者是你的长辈有一些关联，有没有？私は全くヤクザの方や暴力団の方との関係は一切ありません。我真的与黑道或者是暴力团体都没有关系。你在日本有没有前科？日本では前科ありますか？はい、ですね、未成年の少年の頃に喧嘩をして捕ま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我在未成年的时候有被抓过。为什么呢？なんでですか？それは少年のまだ若かった頃に喧嘩に関して。因为那时候很年轻，所以太年轻就打架了，就被抓了。所以有纪隆辉先生说自己本身跟黑社会没有什么关联，长辈亲属也没有什么关联，是如此的吗？で先輩が誰かも一切関係ないですよね。関係ありません。完全没有。刘继龙辉先生，可不可以说你在日本是有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台湾很多的说法都不一样。はい。はい。私は飲食店を運営している会社の代表取締役をやっております。我是在日本的餐饮业的公司挂名的老板。什么叫挂名的老板？自己投资还是只是人头而已？それは自分で投資、それとも名前だけ載せてるんですか？自分お金を出してるんですか？私はオーナーではありません。我不是老板。役員として。我是领薪水的。代表取締役社長、社長をやっています。只是位置是社長。所以你不是真正的投资者就是了，是这个意思。じゃあ自分でお金を出してないんですよね、投資者で。そうですね。是的，不是。是。那么为什么他觉得台湾传出来很多他跟黑道背景都有一些关联，那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就针对这个事情说明？なんでそういう情報あると思いますか？いや、それは本当に僕もわかりません。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传出这样子的消息。有纪隆辉先生刚才特别强调说，是跟马 Q 希望有未来的一段感情，跟这个有一个未来的生活。那么你知不知道马 Q 因为在过去将近一个礼拜，无论是开记者会，或者是出来说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让大家认为他是在说谎，所以马奎奥整个的形象在台湾几乎已经是彻底的毁灭。这一点，有纪隆辉先生了不了解？有什么感想？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次吗？马奎奥在台湾因为这一件事情，那么再加上事发之后说谎，他所有的形象已经是彻底在台湾结束了。有纪隆辉先生知不知道？有什么感想？
台湾で今マキオはこの事件に対して、はい、イメージをすっごく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はい、それに対してどう思いますか。はい、本当に今回の事件の責任は全て私のせいであり、私が原因で起こしたことになります。今回の件に関しては一切の責任を私が自分で償うつもりです。我真的认为这次的事件是我自己个人的责任，我愿意付出所有的责任，也承认所有的错误，接受所有的刑罚。但是说谎的一个印象已经让大家形成，所以有纪龙辉先生面对这样的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真诚的，用实质的方式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我。それでどうやって正直今本気で誠心誠意をみんなに伝えると思います。まず一つ私が全て正直に話すことから始ま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した。首先就是我说出所有的事实。有没有看见，在现场有没有看见马基奥也用脚去踹？问讲。検察官の方の方にも説明したのですが、マキオさんが蹴ったところは私は一切見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我也有对检察官说，我真的当场是没有看到马基奥在踢车子或踢人。私自身も実際ビデオを見て驚きました。我看到了影像，才真的是非常的吓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让马基奥先生看一下。这个有纪龙辉先生看马基奥在二月二号深夜的时候，除了画面还有声音，请把那个声音放一次，让有纪龙辉先生听，然后请翻译给他，了解这个马基奥在二月二号深夜的现场。马基奥在二月二号深夜，画面准备好了就放一次给有纪龙辉先生听。另外一段，马基奥稍早的时候连续喊说揍他，或者是一起赶快揍，类似这样的一个画面的声音，放给有纪龙辉先生听。在我们九点钟刚开始播出的画面准备好，就让有纪龙辉先生可以听。他中国就这样。拜拜。有纪龙辉先生从画面上从声音上都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跟听到马基奥在现场是非常强烈主动的，很积极的在施暴，这一点你刚才说会完全没有印象吗？马基奥は言葉を入れたんです。昨年亡くなって本当に記憶ないです。
声を聞いてる記憶はありませんし、またその牧雄さんが喋ってる、言葉も自分は理解できませんので、あの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我真的是不记得他有对我说那些话，而且他说的是中文，我也都不知道意思。但是有看到吗？見ました。はい。什么东西看到？是不是有看到？马奎奥在踢，这应该看得到吧？说没有听到，但是有看到吗？記憶にあります。え、この、正直な話しますと、この映像を見まして、自分の行動を見ましても、記憶にない部分も多々多くあります。真的是与他的记忆与我的记忆是不同，我真的不记得有这样的一段。有吉隆辉先生在保护马奎奥是吗？マキオを守ってるんですか？いえ、守ってるとかではなくて、不是要保護他。記憶がないところも多くあります。是真的，我是没有记忆这一段。有吉隆辉刚刚说，这个完全跟黑道没有任何的关联，黑社会没有任何的关联。那根据我们的警方已经跟国际刑警组织联络。你刚刚说也没有加入过日本黑帮或者是暴走族，这一点如果在未来事实上有出入的话，有吉隆辉先生在台湾是完全到目前为止没有公信力，因为有说谎，在未来会更加的严重，知道吗？また嘘になるので、はい、大丈夫です。没有问题。私はあのヤクザの方や暴力団の方とは一切関係ありません。我自己真的是与黑道和暴力团体是没有关系。有吉隆辉先生晓得目前台湾民众，为了被你打的这名林驾驶，到目前为止还是卧病在床。那么有很多民众已经热心的在捐款。台币已经大概达到了152万，折合日币大概已经是500万。有吉隆辉先生，除了你要面对自己要该负的刑责之外，你怎么跟林驾驶要来做一个交代？そして林さんに対してどうやって責任を持つ？有吉隆辉先生在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稍微休息片刻，马上继续回来。2100全民开讲。我是台湾上水的瓦萨，我早上拢啉一杯菩提树，菩提树优蛋白，好我健康，够活力。我美好的菩提树，嘛是你的菩提。